从一粒米到一碗饭，它的演变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。那现在我们老板就要教我煮这个什么呢？五谷粥。这个五谷粥呢，也叫米粒粥。平凡的一颗米也可以当成学问来经营。五谷粥，十谷米，让米饭不再只是充饥糊口。因人而异，量身定做这样子的，为你搭配一些的米。是 OK 啊？是啊。来，哦，是刚刚吗？是。Soft。因为它要煮两次的关系，所以它这一个呢不能煮得过熟。长粒米巴斯马蒂不止久煮不烂，还越煮越长。添加这个米饭的时候呢，是一层一层这样添加的。掀开锅盖，一推制作印度香饭 Biryani 的繁琐秘密。大家都很忙，有空别忘了相约吃个饭。阿贤人情味，星期日晚10点 ，Astro AEC AECHD。